企鹅进化出的身体具备了多项适应严酷环境的特征，它们的羽毛具有防水和优秀的隔热性，适合在水中快速游泳，而短小但坚固的脚不仅适合水中，还能在陆地上优雅地行走。此外，企鹅的身体结构也非常适合在寒冷地区保持体温，它们的身体脂肪有着厚实的脂肪层，可以保护它们免受低温的侵害，并让它们在长时间无法觅食的时候仍能生存下来。有大约18种不同种类的企鹅存在，从小型的赫伯企鹅到巨大的皇帝企鹅，它们的体型各异，这些包括色彩缤纷的观企鹅和特别擅长游泳的阿德利企鹅等个性丰富的品种。企鹅惊人的身体能力和多样性种类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奇妙和生命适应力的美妙。